真霸道，这么不讲理。顶峰是你家的吗？好像。是他家的，好像他家的。但是这里哈，这里都还是、不是他家的怎么样？反正你就是那个第一二级。小兰，小兰，一听小兰，对哈、啊，怎么事啊？哦，好，没问题，好吧，我理解了。我下回再见。哎，还是你这个哥哥亲。那我声音一块去啊！啊，一块去啊！小月去吗？我声音会去啊。